哎呀，我终于从学校回来了，我现在超累，我想赶快躺到床上去休息。但我们的任务目标呢，他叫我先去找妈妈。哎，我可以睡觉了吗？可以爱勾引住了呗。这种事情居然还问妈妈 ？No， 你现在不能够上床睡觉。我居然还要请求我的妈妈可不可以睡觉、欸？哎，啊，他该不会叫我先做家事才能够睡觉？好吧，既然妈妈叫我们做完家事才可以睡觉，那就拿出我们的扫把。新的目标则是拖地，用扫把来拖地哦。这个需要扫一下。这些积木方块不算垃圾吗？啊，这个积水的水池才是我要扫的啦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不早说。好了，我这样扫完了吧？我可以不可以去睡觉了 ？Hello， 这个妈妈好像蛮严格的呢。哎，我现在家事全都做完了，可以了吗？什么？你是什么意思？他说去除水分已经做完了，就是我那个拖地已经拖完了啦。OK， Can I go to sleep？ 我可以去睡觉了吗？啊，他叫我去修理架子啊！为什么小孩会修理架子吗？这可是木工技能呢、欸。好，那我现在去我的书柜把我的架子修理完。我超想要睡觉的，去上完上学居然还要把家事做完，那这个柜子要怎么修？哦，把这个书本堆上去就可以了，这么简单啊，不会太困难。你有没有发现桌子上面好像有一把小刀？哎，他刚瞬间不见了，我刚没有看见的说，没关系，我们不要管他。他说 I'm done， 我做完我的家事了。OK， cool， 很好，很酷。也许我现在应该可以去睡觉了吧，妈妈先生。他说要把我的玩具清洁完。OK， 还是不想让我睡觉。只要是这种类型的游戏，我的爸爸跟妈妈他长得超大只的，那这个玩具是我要收拾的哦。这不是玩具，啊嘞，我要照着他的地图上面走啦。这个绿色方块的，我要先按一键把它收拾起来。谁会玩一堆方块的那种积木游戏，然后堆在四处家里面呢？这样踩到脚一定会超级痛的、啊，就像乐高游戏一样。好，还有一段事情要做。好，最后一个积木方块也被我们收拾完成了，可以告诉我妈妈让我去睡觉，拜托，我现在可以去睡觉吗？拜托，就是现在，就现在。哦，那也还不够，你又想干什么 ？OK， 又想要我做什么事情？去做你的作业。我才不想做作业嘞，他需要花我230年，我还没有看清楚啦，是花300年的作业还是200年的作业？我需要更多的睡眠呐、啊，不然小孩子长不高。这是要怎么做作业呢？然后我的功课我有看错吗？居然是1+1的超困难数学题目，世界顶尖的数学学家都没办法解。我看我掰不下去了啦，1+1真的有人答不出来吗？那很简单啊，答案就是3啊，1+1等于3，对不对？我这样我就答对了。好，我做完我的作业了。好了，1+1等于3，对不对啊？哇，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数学作业，连主角都这么想。有 Rexel， 我真的没办法解答1+1的答案嘛？我已经解出来了啦。OK， 现在9年级生，所以这是解9年级生的题目。哦，他又不让我睡觉了，做完作业也不让我睡觉。Not what？ 又想干嘛？啊，去浇水，我们要去后院把植物全都浇完。还要照顾植被，哎，这些事情你可以自己做啊，让小孩子睡觉嘛。我的脸上都已经很不开心了，而且我刚刚看见有一个变化哦，就那个电话，它可以打给警察报警，我们等一下可以打打看哦。好啦，我先把这个方块的水让浇完之后再说啦。说起来，这画布还算蛮大的呢。有没有人在家里面种这种超大画布的菜园？就自己种菜，然后自己吃的这个样子，还蛮健康的哦。好了，浇水浇完了，去告诉妈妈。你看旁边有个这个电话哦，这个是可以 call the police， 我们可以去打给警察，然后把妈妈逮捕哦，让我睡觉。Finally done， no， 最好是我妈妈这样会讲话啦。Can I go to sleep now？ 现在我可以睡觉了吗？你还有一些家务事还没有做完哦。求主怜悯，你知道刚主角讲什么吗？他说求上帝的怜悯，哎，可怜的羔羊，你的仓鼠，我还要去喂我的仓鼠。不过在喂仓鼠之前呢，我要先打给我这个警察先生啊，我妈妈虐待我，她不让我睡觉。
哦，这个是新的形式还是新的报案形式？你跟派一名官员来这里吗？就是派一名警察过来啦。OK。哇哦！我居然叫警察逮捕我妈妈了 ！What the hell？ 哈，All right， 我现在告诉妈妈怎么样？这是新的一个结局哦。OK， 我好像解锁新的结局了呢。这样子，我游戏要怎么继续玩下去啊？All right。我好像卡关了，这个游戏没办法继续玩了。我知道最后的结局就是打通的其中一个，就是把我妈妈抓进监狱。这也太奇怪了吧！虐待儿童啊！我可以去睡觉啦。OK， 这一次我回到了正常的时间线。现在妈妈还没有被警察抓走，我只是喂我的仓鼠而已。不过这还算正常范围啦，喂自己的仓鼠不算虐待小孩啦。酷哦，又在那边酷哦。我现在可以去睡觉了吗 ？Sleep， 睡觉。No。What's next？ 哎 ，Bro， 直接叫我妈妈老凶了。哎呀，进阶厕所，我要刷马桶啊！你干脆叫我把整个家里面翻新了，这样好吗？通马桶，这个是洗水槽还是马桶啊？而且每次按一键都按超级久的。小孩子不是奴隶，他是一个正常有血有肉的你的亲生骨肉啊，是吧？每次都要问同样的问题，好像在量体温哦。啊，还不行啊 ！Oh my god， 是不是应该要用一些非常办法呢？毕竟桌上有那个杀手刀啊，还有刚刚那个警察电话啊。还有另外一个道具，像是打火机，关闭散热器。那哪边有散热器？这里好了，我关完了。第一号散热器跟第二号散热器，一个在这边，另外一个在客厅。好，这个也关起来。那这个嘞？这个不需要关哦，只有发红色的才需要关。那我妈妈房间应该也有一个啦。电暖气我都关掉了，让我睡一觉，让我睡一觉，睡睡睡睡睡。Can I sleep？ 让我想想，你这个居然还需要思考。强烈的思考 ，thinking， 妈，我已经决定了。怎样？你想讲说什么？说啊！哎，我可以睡了，你可以睡觉了，耶、yeah! ！我都做完这么多事情了，哇，好的结尾，我已经经历做过这么多事情了，终于让我睡觉了。那结尾还有一个很吵的打呼声啊，但实在太大声，是会给它关掉，不会影响到各位观众的耳朵啊。好啦。总之，我们今天实况就先上边喽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点左个左下角喜欢，请继续给你们点赞。我们下次的 Roblox 游戏再见啦，拜拜。